来这件恐吓嘛，要调查好清楚。这个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评委召集人赵应光，伊的后生赵介佑，因为卡着毒品案，洪申请受押。阿里伊的面册，一旦看到三年前的一张相片，意思是伊去警察局，甲这个警察就地人犯来会面。阿伟这个相片，一旦看到伊的行为真大胆哦，直接到伫个拘留室来翕相，头前搁藏一大堆的钱。到底这个赵介佑甲警察是啥物款的关系？竟然会当予伊安尼这么啊大买，这么啊无惊半人，到伫个警察局来翕相咧？啊，警方讲，这个代志经过三档了，相关的细节要阁调查。柯以仁弄警察局案，我按继续去看。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召集人赵应光后生赵介佑，因为毒品的案件，予人刑押。2018年，赵介佑伫面册有铺一张相片，敢若是甲借题人犯见面。警方哪会接配合？当初这个案件，因为事隔三年，所以相关的细节，我们都还要再深入了解的调查。这个相片一个贴出来，问警方讲，这个姓赵人敢有在场？警方讲，一切要伫调查。这张是1807年姓赵人翕到姓洪人伫食便当的画面，下骹阁写讲，这真正是有够搞笑。这张是1806年伫拘留室的相片，下骹阁藏现金，这款行为，互人联想到讲，到底是用偌济特权？一般人敢真正有法度像安尼翕这个相片？今天我跑到分局来，我被问笔录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拿拍照，然后我上传脸书，是可不可以？就这样，应该是不行。去年赵文宽做生意的时候，会使看到真侪政府官员拢有参加，看起来关系真好。伫面册，佫会使编出这个姓赵的人，甲内政部长徐国勇做伙翕的相片。徐国勇讲唔捌伊，种种行为一般人敢做会到？这个姓赵的人，这行为到底是不是因为特权？其中又佫偌侪稳重的关系，将会愈来愈清楚。